哎，今天已經過了 Margaret 的十二招了，即是她出世已經第十二天了。現在她已經越來越漂亮了，她的雙眼皮又越來越厚，隻眼又非常之大 bling bling 眼這樣，完全呢笑啊，遺傳了我良好的基因，就是很深的雙眼皮，很大眼，還有很長眼睫毛。同埋 Margaret 咧，已經收到好多唔同嘅朋友送嚟嘅禮物啦，親戚又有啦，朋友，多謝大家各位啊！呢一份咧係最大份，所以今日咧拆俾大家睇有啲咩喺度。噔噔，首先有一扎花先，送給世上的媽媽。喂，真嘅喎啲花，好，得自己擺埋邊。公仔這個衫衫很漂亮，這個花花衫衫，因為現在 Margaret 經常都會嘔奶，漏奶不是嘔奶，即是她睡下又會漏一兩口出來，但醫生說是正常的，所以經常會漏濕了一件衫的旁邊，我們平均一天都換兩三件衫，所以呢這件是非常好的禮物，非常重要，趁她還適合的人要穿多幾次。這個是衫衫長袖衫，這個也漂亮，有條褲啊，這條褲包埋隻腳的，有毛襪仔。Coco， 收聲。哇，啱啊！這個好啊，這個我們未買啊，這個 BB 廁所。好，看看還有什麼先。沒有了，原來我還滿心歡喜，以為裡面還有什麼，原來只有殼而已，可以留下。但是這個也很漂亮喎，這個我想是否可以留下，因為我們的開箱片太短的關係，我決定臨時加插這個 BB 廁所的開箱。怎麼呢？現在這箱東西我都很迷惘啊，整件事。好，拿高給大家看看，這個綠色是不知道做什麼的，未了解到。這個呢就是從應該是放在前面的，這個是的，放在前面的。六個月的時候是訓練去坐在這裡去廁所，去到十月的時候就不用前面的音樂椅了。這個呢就是它最重要的廁所板，到去歲半嗰陣咧，才正式擺喺廁所度俾佢去廁所嘅。兩歲嗰陣咧，連前面個音樂嘢都可以拎走埋。佢底下有個蓋喎，好隱藏乾坤喎呢間嘢啊！到佢真係開始用嗰陣咧。這個箱就會變成一個踏板和一個儲物箱。入完電，啊，屙完啦！請多啲落噶啦！咁柔和嘅音樂都可以屙屎嘅咩？我就喺度玩你啲毛巾啊！係啊！好啦，今日開箱差唔多啦，我有排要執翻啲嘢埋一箱啊！但係我仲未發現到呢個綠色蓋係有咩用啊！你哋有冇人識日文可以幫我解釋下呢個字係點解？如果你哋識日文，唔該幫我翻一翻譯。OK， 好，今日咁多先啦。如果你喜歡呢就給個 like， 咁又可以 subscribe 我哋 channel， 咁之後呢我哋又出新片呢你就會睇到㗎啦，記住 subscribe， 因為我哋會拍好多 Margaret 嘅片，咁佢一路長大呢就會越嚟越靚女，你就睇到㗎啦。好，係咁先，拜拜。